影片速度的调整。那我们看到亲近绵羊秀拉过来，你要调整那速度哈，这声音大概就不能要了，一定是不会对啦。好，按右键要做什么？取消连接，把声音把它去掉。那这个长度是多长？看一下，拉到底，57秒21格，对不对？点整影片可以做什么事情？这边它可以做什么调整速度？一般在播什么星空啦、花开的样子，花有时候一开是一个半小时呢，花才打开。那点这里，在什么地方？你看一下、哦，它最快可以到哪里？原来是57秒21格，拉到底，变成多少？哎，还不到一秒钟呢，它可以到96倍嘞。那你可以指定时间哦，原来是57秒，我希望它什么？8秒钟播完，要点8:08。你看见吗？原来是57秒21格，我直接输入0800播看看，就变这样。你看见吗？不过其实整个影片快播并效果并不好呢。我看的最好上次一电视在做什么？有时候快，有时候慢，有时候还有慢动作，播起来就很有张力哦。你下次可以呢，在学校什么新生入学的时候，在学校晒摄影机，小朋友入学你就把它拍起来，拍个半个小时，然后进来一下快转，一下慢播，会非常好玩。来，我做一下。通常我们不会整段快播啦，我先取消一下。要做什么事情？好，来，我觉得哪个地方？你觉得哪个地方要？比如说这地方，哎，特别重要，这个狗要跟它斗喽。来，这里做什么？我再退后一点点好了。对，要做分割，没错，还是这段狗比较好玩了。一到这里来，你自己选的。再退一点点，好，这里狗要吠它嘛，好，来这里，这段做分割裁切，对，分割没错，靠近它到这里，到这里好了，短一点，裁切，这段我给它慢动作，这段喽，这段播一下看，只有这样而已哦，就没有了，两下就结束了，这段我做什么？它的速度我反而把它点速度在这里，原来什么？原来是一秒而已呢，我把它变成什么？10秒，确定，那就变长咯。那这段呢？正常啊，这段又把它变快，它的速度是42秒，我让它也10秒播完。来，所以前面这段是正常，这是变慢，这是变快，开始了，这是正常的时间 ，OK 吗？接下来到这里的时候呢，突然呢，那狗出来要跟他做什么？特写镜头。到这里还在正常哦，靠近他，接下来就开始慢动作，你看到吗？这一般在播那种运动员的常这样做啦，那么打击那瞬间，那看他巨步，搞不流汗掉下来就看得见，接下来要变好快哦。所以影片你可以选择什么？一下快，一下慢，这拍剪片，那声音再重新给他，因为调整过声音呢，再给他。好，表示我们声音现在进来，声音再给它，所以声音播听起来是正常的。然后再看声音才点这里，拉到最后一格，再点音乐，再做，再把它删掉。所以你再看它一下快一下慢，声音是完全没问题，因为是另外配过。你听懂吗？所以尤其这种在拍运动有没有？有时候击那个什么打击手啊，突然来个特写，好慢，让你特写看他镜头，他挥棒的动作都是这样做。那摄影机可以拍到很细致的画面，我们就来做后续处理。